2017，昨天我上班，7月13号。2017花园，八大江北任何树林，13100米九安边的环境啊。113年7月13号，瑞芳转罗阳带。15:53，二一次花莲八大江北银行树林的第二3100型9辆变速箱之阳啊，在罗阳带通过，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